个现在啊，要想找一份工作做做啊，不大容易，因为存在太多了。我一个朋友找到蛮好一份工作，是吧？年薪要十万。哎呦，这个工作不容易找啊。那个蛮像伊个。哎，啥个工作了？哎呀，不瞒侬讲，伊一个不当心了，闯穷苦了，结果顶上伊了。那么为啥讲不当心呢？啥好个工作？哎，要寻着也不容易。讲拨侬听听。哎，侬讲讲看。伊这个工作了，哎，交关高雅，交关文凭，有一家人家大老板在家当。哎，独养儿子靠着三两毛，比是想得相当好。哎，这个阿拉中国的司法世家有名啊。对个。葛么家长预备培养伊将来做司法家。他家长聪明啊。我这个朋友司法来得。哦。虽然伊不是司法家，但是伊想出来两个毛病是啦，小有名气。哦。那么这个大老板是请着我的朋友到屋里去做家教。专门教儿子学书法，这个大老板要培养伊拉儿子当书法家，教拨伊只毛笔，不当心落脱在结果，赔没赔不起，买没买不着，只好顶生意炒鱿。那这个讲法我就不同意了。哪哪？一只毛笔不见，他妈用不得大惊小怪的了。到店里买一支，老吴开门。哎，便当嘞。哎，这个毛笔啦，结果珍贵了，比古董还贵。毛笔呀，毛笔侬晓得啥个毛做的？侬晓得最好的羊毛，好了吧？不是羊毛做，狼毛，不是狼毛做的。要么穿山甲，穿山甲没毛的，挖它那个啥地方有毛？骆驼毛，骆驼毛做长衫的。那个啥？那根本啥个毛加石铜的呢？挺好。哎，叫做孙郎向后毛拔下来做人。这个身上像哪里个部位呢？大腿，大腿上拔下来的，一根根拔下来，穿成功一支毛笔。侬屋里向发烧的也有吧？啥天？我估计侬那发寒热了。我蛮正常。跳蚤小得来像芝麻一样，大脚胖也寻不着，啥地方来汗毛呢？这个侬不懂了，这只跳蚤不是现在的。啥辰光啊？后朝的。哦，怪不得。那么汉朝的跳蚤大概有多少度呢？汉朝人尺寸高大，哎，八尺，身宽力壮，哎，身上跳蚤一只一只，像现在这个500紫光电灯泡噶大。跳蚤像电灯泡噶大啊？哎，我从来没听见过。等侬讲的这跳蚤不是现在的呀？哦，汉朝的呀。那么跳蚤在啥地方呢？讲起来的是跳蚤大来头，是吧？中国古代四大美女，哎，其中一个王昭君，晓得吧？听说过啊。汉明妃，哎，叫王娘，也叫昭君娘娘，哎，是了王昭君马革一只船子沟里向捉出来的。那侬越讲越不对的，哪哪？朋友啊，哎，马革没袖子沟的，有袖子沟的叫马革。但是马革有袖子管呀，哪能会有袖子管呢？但是马革不是现在的呀。啥辰光的呢？汉朝的。哦，汉朝的马革有袖子管的。现在马革没袖子管了。那么啥个道理呢？有道理的。哎，昭君娘娘出国无非，我晓得的。骑了匹马浪香，骑了马浪，不当心了。哎，这只马革的袖子管被了马的弓。扎脱了。哦，怪不得，哎，自噶不当心，哎，这个毛的高多少厘米嘞？没子讲呀。喂，毛头上没高个呀？哪能没高？牛老啥才有高呀？毛没高个，毛嘛现在毛没高呀。弄个啥毛啥辰光的了？这只毛嘛是汉朝的呀。蛮好。这只毛高其实不大个啦，大概多少度呢？从大概翻开这个毛的。像寻不寻得着的？哦，来来，总大概有的像这个老勇气的奶奶的能多少？哦，搿是勿大个。哎，侬像一只公鸡嘛？哎，喂，公鸡没奶奶的呀？
的这勇气攻击不是现在的呀，啥辰光的啦？后朝的呀。哎，我懂了，懂了。龙家他们退了后朝头上好了。哎，再讲下去，过了不了马骨折头。哦。哎。那么像老勇气哪哪，老勇气本来是没哪哪的。那么老勇气哪能会得有哪哪的呢？这说老勇气不识相，自家不好，吃吃几只没买好，吊吊胃口的。哎，是呀。吃子一条。一龙蛙跳的海胆吃下去伤哪哪，那么是怪伊自家好了。这三龙蛙跳的海胆哪能好吃呢？怪自家偷吃呀。三，哎，喂喂，啥的？海胆没三龙蛙跳的，几层海胆海了一塌糊涂，老早死的了。这侬讲这个海胆不是现在的呀，后朝的呀。侬哪晓得个？侬这个毛病重了不得了，奶奶，侬来来讲嘛，哦，啊，照侬个能来讲嘛，我也会讲个了。你倒讲讲看，哼，我要汉朝了，阿拉不讲汉朝，哎，就是现在碰着个，搿现在定好了，嘿，听听看，前两天，哎，我到水果店里去买水果，买好，啊好以后要准备跑了，哎，看到一个和尚，哎，那我估计这个和尚，哎，照规矩和尚出家人，哦，规规矩矩个，哎，肯定是个假和尚。等营业员没看到的辰光，哎，偷偷摸摸，偷了两只橘子，这个不作兴，两只苹果，哎呦，我嘞，扛了这个和尚的马甲的袖子管里向，哎呦，门开进，扛了马甲，喂喂喂喂喂，不要扛了，马甲没袖子管，马甲有袖子管的，有嘛，本来有呀，把那赵军娘娘砸脱了，把那马甲砸脱了，哎，没了。扎他几只了？扎他一只呀，一共两只油脂管了，哎，还有只没扎他呀，那么伊摆了这个里向了，哎，好，现在侬怕用的，哎，哦，就是我家有油脂管，哎哎哎，哪能呢？店里向的人全部没晓得，哦，把那个瞎子看见了，哎，瞎子，那个瞎子一看，这个和尚哪能？要不伊不晓得假和尚？慢慢讲，侬来讲的，瞎子嘛看不出个，这个瞎子是现在的呀，啥辰光啊？汉朝的，哦，又学会了。哈斯看见都还不像嘞，哎哎哎，那么伊轻轻叫讲给龙邦听，哎，那么龙邦听到火了不得了，龙邦嘛听不出个，这个龙邦不是现在的呀，啥辰光啊，汉朝的，哎哦，搿龙邦听见以后嘛，心里向蛮气个呀，马上关上旁边个敲击，哦，砰砰砰追上去啊，喂喂，不要砰砰砰，我听见还有个随便个一个敲击个，敲击嘛跑不快，哪能砰砰砰追？这个敲击跑得个来得快，啥道理？把了现在老早参加残奥会了。哦，哎，不是现在的呀。啥辰光啊？后朝的。跑到和尚背后，对准和尚像头上一把鞭子，啪抓牢，抓牢和尚的鞭子。来，和尚光浪头没鞭子的。这个假和尚不是现在的。啥辰光啊？后朝的。大家来讲好了，侬来讲吧，我来讲。我昨日看见个人喏，哎，头浪向钉子36只弹药管，十几头个。哎，看见个这个人，不可能个，这个人不是现在个，啥辰光个啦？后朝个呀。哎，葛末我昨日看见个朋友喏，哎，天冷了，来得个破冷，奶奶，身浪向该72条棉花带，不要压死他个。这个人不是现在个，后朝个，我在为个来讲的。来，我看见个人喏，哎，来部公交车。叫出窗口头望进去，里向侪是人，一只手打抄起来，像踢他李天王一样托了手里向。那部公交车托起来，哎，我晓得个，这个人不是现在个，后朝个，现在个。哪能？那个就是我。啥人？侬？这部公交车是小南北向的玩具车了。